被捆绑了是吗？啊，他要绑我啊！绑我们手了，我也绑了。我的左手边是我兄弟，右手边是弟弟。我的右手边是秘密，左手边是大老师。我右边的朋友，我 ，OK。哎呀，绑到墙上了！啊！绑起来了，怎么摘眼罩啊？我也想问啊，眼妆都花了。妆都花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哦，第一个考验就是用那个脸部的肌肉运动顶掉自己的眼罩。所以这一期是整蛊我们吗？你们都绑完了吗？绑了。我这位手法比较生疏，还在绑，哇，真绑。好了，我也绑完了。开始吧。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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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前面有东西，哇，真的！我想摘眼罩，用眉毛挑眉毛。等我发现一个方式，一直挑眉毛好像能用火点用。怎么了？不要轻易动笼子，我刚刚踢笼子，我的后面挡板就往前推我。哇！各位玩家。欢迎来到数字游戏，今天你们的任务是逃离蜜桃大楼。或许听上去很轻松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。最终的获胜者将获得巨额奖励，但是如果失败，很遗憾，你不仅会失去自己押上的筹码，还会被永远困在蜜桃大楼。合约重新签。别着急，我们先进行一场热身游戏。现在你们需要想办法摘下眼罩，拿到钥匙，解锁游戏道具。注意，每个人只能拿走一把钥匙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。游戏开始，祝你们好运。我觉得这一季真的就是特别厉害，是在于无论从感官味觉到听觉，它总是能让你有新的玩法，突破你一切的认知。要自己挣脱吗？用眉毛挑眉毛，真的是自己弄眼罩哎。哎呦！什么呀这是？啊，这个杆好像是能。哇！哎，后面一直在推这个。哇，谁在推我呀？为什么我这么紧啊？我根本就拉不开。走，手拿走。呀！哎，你们把那个，嗯、哎，你们有没有必要把我麦给？哎，他们把我麦扯上了。加速！麦出来。弟弟，慢出来！把
当孟非臣呢。哎呦喂！啊啊！我这药钥匙在哪儿啊？